阿母，恶人射王添系嘛？冇啊冇啊，我冇射王啊！你老母无外母啊！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我同你抹翻佢啊！阿叔叔咩事？啊，通你街啊！我，哎呀，冇啊！唉，幼稚嚟啊！等我同你种牙先。抹咗佢。师傅做拳头粉啊，使唔使我帮你擦啲跌打药啊？喺呢度合翻一阵都错到啦。我同我乖仔嚟拜候你，对唔住，请饮茶。如果唔学分三两度，咁到咗第二日数咁多银子，我睇怕唔够气力啦。冇错啦，钱管主，你讲得啱，就系因为咁样，先想俾我乖仔嚟贵馆度学啲功夫。周院长，你揾得啱啦。呢个泻水源石地方虽然唔系好大。但是武馆是不少的，我们宏威武馆认了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的。是吗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周少爷，你不信吗？你看看。渠管主啊，我在省城看人踢毽，很犀利的。哦，这些是二个吃生菜啦。梁师傅啊，
表演啲劈砖功夫俾周少爷睇下。好啊，攞出嚟。哎呀，玲珑跟梁师傅咧，可以学到好多嘢噶。好嘢啊！好嘢啩，好嘢果然啊，唉，过奖。我个大徒弟啊，仲好嘢啊，佢去咗省城参加三省拳王大赛啊！哦，哇，咁威水噶！威水噶，乖仔喺唔喺度学啊？啊，系啊系啊，阿爸，我要跟嗰个师傅学嘢。好。咁我听日正式带佢嚟拜师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快啲送下啦，争唔争？嗱，听日带佢嚟啦，我搵个好啦，系啦。周院长，乜请啊咩？梁师傅啊，听日见喎。听日见。哇！原来打到只手好似猪蹄咁肿晒啦，咁得人惊啦！我唔喺度学啦，阿爸，我哋国家梁大武馆学嘢咯。好，真唔错，哎呀，嚟啦！